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ster Mike。 咁今日呢一集 video blog 就话俾大家听点样可以购买到14HK Rap 嘅呢只单曲 CD 啦。咁呢只单曲 CD 入面咧系收藏晒三个不同长度嘅版本嘅。咁啊，其实最初冇谂住做出嚟卖嘅，咁系因为抽个奖之后啦，咁好多乐迷都自己私信我 message 我，咁就喂我都好想买一只收藏咁样，就决定喂不如真系做一批卖俾大家啦咁样。咁一方面咧亦都可以收翻啲制作嘅成本啦，喺拍 MV 啊嗰啲。好啦，咁今次我哋嘅14HK Rap Up 嘅售卖咧有三个套装噶，哇，好丰富啊！第一个套装就系 Package A， 咁就系只系价值$50啫，咁啊包埋本地邮费，就系、包含咗14HK Wrap Up 呢一只单曲一只嘅。咁而 Package B 咧，哇，就特别啦，4个非卖品襟章，哇，好精彩，哇，好难攞啊 ！Anyway， 大家知系襟章啦，有4个襟章嘅吓，咁啊再加埋，咁啊价值只系$80啫，哇，你真系抵到咧，真系唔信啊！第三个嘅 package 好简单啊，咁就系、将13HK Wrap Up 同埋14HK Wrap Up 啊，大家就一次过可以买晒两只，咁啊只系需要$90啫，哇呢、个真系抵到啊真系！咁啊购买方法咧就非常之简单，咁首先咧你哋要 send 个 message 去我嘅email 啊 ，send 个 email 就系 send 去 mastachk@gmail.com 话俾我哋听，你系需要 package A、B 定系 C 啦。咁跟住咧喺24小时之内咧，我哋将会咧回复你究竟我哋仲有冇货嘅，因为全部手作嘅关系咧，咁啊需要时间比较多咁样。咁啊跟住咧，大家咧就收到我哋嘅回复，确定咗有货之后咧，咁你哋就会根据你哋要买嘅 package 咧，就入钱落去我哋嘅提供嘅中国银行嘅呢个户口啦。咁跟住连埋个入数字咧，咁啊连埋我哋以下列出嘅呢啲资料咧，咁你哋咧就再次 send 翻落去我嘅 email 度吓，回复翻同一个 email 喎。唔好亂咁開新 email， 因為好鬼多人啊，而家好鬼混亂嘅。當我收到呢個入數紙同埋呢個資料之後咧，我哋都會俾翻一個嘅訂單嘅編號啦，俾你嘅。喺收到呢個訂單編號之後嘅10至15日之內咧，我哋就會寄出噶啦。咁啊，所有頭先講嘅價錢入邊咧，已經包含咗本地嘅平郵嘅收費嘅。咁要根據呢幾個步驟咧，就可以買到呢啲CD噶啦。咁如果更加想知道詳細嘅情形咧，咁你就可以留意下我哋下低嚇 YouTube description 下低，咁我度咧就會清晰有堆文字咧就話俾大家聽點樣買到噶啦，大家記住留意啊！咁第一樣嘢就係話，我哋必須係以收到入數紙，經我哋確認之後先叫做確認咗訂單嘅。咁所有有關嘅買碟嘅問題或者疑問咧，大家都必須要係電郵去到 mastachk@gmail.com。記住，你哋嘅 email 標題必須係要寫購買14HK Wrap Up 單曲 CD 啊！呢一隻碟咧就終於實體有得賣，亦都喺其他嘅 CD 鋪咧係冇得賣嘅，所以大家唔需要去揾。呢一個係你哋唯一嘅途徑同埋辦法去買到14HK Wrap Up 嘅 CD 嘅啫。唔買呢個咩啊？你嘅損失啦嚇，咪大家記住啦。咁喺度咧，再一次多謝所有支持呢一隻歌嘅傳媒朋友啦，我哋樂迷嘅朋友啦嚇，咁好多謝你哋嘅支持。咁我哋會繼續努力，希望喺嚟緊呢一年咧做更加多嘅好歌俾大家聽嘅。咁係啦，仲有記住大家留意下我嘅所有嘅社交網站啦，我想講社區網絡添。我最新嘅音樂消息或者係最新嘅咩咧，都會喺嗰度公布嘅。希望我好快收到你嘅 email 啦。下集再見 ，peace。我老豆剪埋一輯嘅所有片俾大佬。突然間。